各位网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腾腾老师，曾经在影音教学教过大家中间马尾加发髻的绑法，获得网友的热烈回响，所以今天老师要教大家更进阶的方式的绑法哦，赶快跟着腾腾老师的步骤慢慢学起来哦。好，接下来的操作呢，我们会用中间马尾加一个甜甜圈的卷棒，再加上弹性绳、橡皮筋、夹子。好，我们来开始操作，先将头发呢扎到中间马尾的位置，耳尖向后的位置，就是将头发集中在此，拿起弹性绳，好，绑好之后呢，将多余的弹性绳呢，利用小剪刀把它剪掉。之后呢，开始微调，将头发的细节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拿起制作甜甜圈的卷棒呢，将头发呢置于两条夹棒的中间的这个空洞里面。好，将头发夹入。向上卷，夹不到头发没关系，不要理它。之后呢，把两个扣环扣在一起，向下扣。好，因为我们模特的头发比较短了，所以可以在上缘夹一根夹子固定。接下来呢，将两侧头发向下调整一下，之后呢，再拿顺发棒将两侧还有发际边缘不整齐的头发稍微整理一下。好，再利用梳子稍微整理一下。好，如果今天你的条件呢，像模特的头发条件在肩上，甚至更短的女生呢，做出来的发型会像这样子，发尾有一点点露出来，其实可以被接受的，而且是比较活泼的哦。如果你的头发条件呢，稍微过肩，甚至更长的头发条件，做起来甜甜圈的形状呢，会更明显。利用这样子的中间马尾加一个小甜圈圈的棒子呢，可以让你的头发呢，可以增加更丰富的造型哦。